不行，我们要迟到了。欢迎收看《狂人出任务》。诚如你所见哦，这个正是前一阵子在2020新车大展造成了极大的回响的 Lexus LM300H， 一台恰如其分的路上型馆。所以这一回啊，我们也特别把握来试乘这一台 Lexus 有史以来第一台 MPV 的机会，要来进行一个称职的 VIP Shuttle 的任务啊，由我去亲自接送一位。据说啊，是来自香港的贵宾。到底这一台要价500万、看起来非常素雅的 Lexus 的面包车、啊，又是怎么样的吸引人法，以至于700台的配额、啊、早就已经销售一空呢？事不宜迟，我不敢相信有一天我居然会开着一台 Lexus 的 MPV 在街上。因为你要知道 Lexus 向来都是一个在北美市场努力着的品牌啊，所以你听到 Lexus 要出一台 minivan， 你可能会 expect 它会是像是 Toyota Sienna 那一类偏向家庭取向一点的作品，偏偏他们却端出了这个 LM300H， 而且还是一个高达500万新台币的四人座的版本。某种程度而言，我认为这算是 Lexus 的一大突破，因为这是第一台完全是针对亚洲市场的买家去设计而来的作品。我们都知道 Alphard 的成功意味着 Toyota 开拓出了一个豪华保姆车的集聚，这一点啊是欧系的商旅之中你比较少去见得到的一种特质。终究德国人啊还是做不出日本人在这种机能或者是实用性上的这种细腻跟质感，所以Lexus 忍不住要替你鼓掌一下。那当然了，我们现在也已经获得了这一次任务提示的字卡了。像这么样子重要的贵宾，我们就是要前往 W Hotel。 好了，我们现在出发，顺便来好好感受一下 2.5 配 Hybrid 的 Powertrain 了。因为你要知道，过去台湾销售的这些 Alphard 的主力都是 3.5 V6 NA 的。当然了，我们都知道啊，过去 Toyota Alphard 其实已经在左岸了，引起了一阵不小的风潮，尤其啊这个加价提车的真的是家常便饭啊。不过到了 Lexus LM 身上，这件事情完全只能用变本加厉来形容，因为在中国大陆 LM300H 四人座的版本的牌价是220万人民币，不过现在如果你想要及时的提车，据说是已经加价要到400万才能够拿到车，这相当于你要付出将近一台 720S Spider 的价格才能够提到这一台211匹马力的 2.5 Hybrid。原厂啊，当初在设定 LM300H 的时候，它的对手其实都是锁定像是 Mercedes-Benz 的 Maybach 或者是 Bentley Continental Flying Spur 这一类的后座的旗舰。当然了，你可能会觉得怎么会下这样子的狂语啊？因为毕竟这还是有着相当程度的价差存在着的。不过根据 Toyota 内部的调查，他们发现呢，在亚洲的这些主要的大城市的尖峰时段呢，其实这种拥塞的状况是非常频繁的，所以与其苦在一个这种还是比较窄小传统的三厢四门的 sedan 当中，还不如好好的来享受一台空间宽敞的 minivan 的这种优势。没错，我们现在就要抵达我们的贵宾下榻的 W Hotel 啊。为了观感的问题，我想戴个口罩好了，我不知道最近肺炎的疫情比较严重一点了。我们来喽！喂，你们到哪里 ？W Hotel 啊，我们不是在 W 吗？不是，是 M Hotel， 不是 W Hotel 啦。啊？飞机哦？什么 M Hotel？这真的是天大的误会，没有想到居然有 M Hotel 这样子的东西。But anyway， 继续前往台北车站去接我们的贵宾啊。那当然了，为了要能够去满足原厂所谓这种后座买家的设定啊，所以在路感的诠释上啊，这一回 Lexus 事实上为它的避震器啊多设计了一个低速阀门啊，所以车速比较低、悬吊行程走的比较少的时候啊，它也能够去适时的为它的桶身施加足够的阻尼力，去改善比较严重的这种车体的摆动感啊。不过如果你希望它真的
开起来很柔很软，你可能要将车速尽可能的维持在二十公里之上，因为低于二十公里的时候还是有这么一点油感嘛。不过或许也是因为我现在坐在驾驶座的缘故，因为原厂为了要能够彻底的去处理这种碎震的问题，所以包含像是它后座的这两张独立座椅的扶手其实是直接锁在车架上去进一步的阻绝那些震动的，而且它的后座的泡棉啊也是采用了低密度的聚氨酯的填充物在其中啊，就一切的 effort 都是希望可以让你尽可能的享受在非常私密的休憩的时光啊。尤其啊，说到这个私密性啊，包含这个隔屏本身呢、啊，也是取材自这种相对比较中式的设计手法，像是它也是第一台采用了原厂所谓饮水墨配色的饰板啊，对啊，而且我在网络上看到一段文字，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非常的浮夸啊，他说这个饮水墨的饰板啊，是以东方传统写意山水的笔墨与宣纸纹理，让乘客得以在山水的意境之中品味人生旅途的艺术。你知道这一次我们的贵宾啊，据说就是由香港来的，所以我想这一位这种中国范儿肯定是深得他心的。虽然呢、啊，你要透过这个 2.5 升的 Hybrid 引擎去拖这个已经约莫来到2.3吨的车身呢、啊，其实是有这么一点辛苦，可是，在纯电低速走行的这种宁静度、啊，真的是 all far 无可比拟的。这一刻真的很有一种好像在开一台高铁的感觉，当车速再起来一点点之后，你完全可以感觉到这台车的路感的极致之处，非常柔和，而且、啊、相当的稳正、啊、这也是 Alfa 车系的另外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它的车身的动态的这种灵活性啊，还有协调性啊，其实都是非常的恰如其分的。请原谅我用这个很久没有使用的词，但它真的就是如此。这是我们的贵宾吗？这，请问你是 Vincent 吗？嗨 ，Vincent，Vincent， 啊 ，Melvin， is this car？ 哎，对，哎，不好意思，哎，你要看的。哎，买 ，body check，body check。Sorry 啦，哎，不好聊啊。我只是个司机哎，哦 ，Oh my god！ 对，对。不行，现在用脚握脚。哎，怎么称呼啊？我系 Carrie Lam 啊 ，Carrie on 啊，这个东西是我特别从香港带来台湾，要给一个 very important man， 所以他们拿这个情趣用品的手铐给我铐在手上，让我送来台湾的。你没看我头发弄成这样子，为了送你这个 very important 的 gift， 我特别在这里住了14天。Oh my god！ 都没时间整理头发。Oh shit！ 对啊，你们有没有车上有没有很 private 的地方可以让我放这些东西的？如果你很坚持这个行李很重要的话，你跟我一起来行李箱这边。What is he talking about？ 那个 package 啊。哦 ，follow him。Oh, very good. Very good. Very good. Good. Secret place. 哦，看来我们还是有一点共识的。放在这里，放在这里。对 ，input。哦，哎，喂。哇，你这是看不起我了？你觉得我很脏是不是？防疫期间哦。哎，小心头。哎，哇，这个是 full automatic， 耶！哇，这个，哇，这个很棒啊！这是 personal one， 耶！你做咩嘢 ？Please，please， sit down， please。你怎么又再进来一次呢？你怎么让我的 security guard 坐在我的旁边呢？哇，啊，唔识听唔识讲啊！这个人。笨笨的，哎，哎呀！
哎、欸，那后面有水，你要喝的话，不是不是，那个是消毒水，冰的水在下面的冰箱。什么是消毒水啊？这个、refrigerator 是 fridge， 这不是 vodka。Under TV， OK， refrigerator。哇，台湾的这高级的饮料。哎，人怎么不见了 ？Oh my god！ 哎呀，你为什么要关起来嘞？没有，我想说，你不是希望可以有多一点的 private 隐私吗？我买一个。我母鸡头嘞。母鸡头，不是，private、这个、privacy、这个。You have translator. Translator. Yes. Translator.、Ah, translator. 你们有 translator. Yeah. Yeah. Translator. 好，那我们去 pick up translator. 我不要理他，我们不要理他。Oh my god. What? I want my translator. 啊。Are you my translator? 你是 How are you? 哎，你是，哎，这不是，我找的是要讲粤语。Cantonese 不是粤语。你知唔知道啊？来闽南，龙猫咩料 ？Oh my god! I'm a Cantonese， 不是 Vietnamese。咩料？啊！你去，你先上车吧。老板，哎，你觉得后面舒服吗？很舒服咯，你看有一个，请一个 translator 不是很棒吗？哇，你看这椅子要多低就可以躺多低。哇，你也试试看啦。哦，你知道他座椅其实有气压的调整，你可以按摩 massage 嘛。你看这样一讲我就清楚了。哇 ，full body refresh。Full body stretch. Do you feel comfortable? Full body. Very comfortable. Uncomfortable. Uncomfortable. 哇，坐这个车好像在坐船啊！可是我觉得好险，它椅子真的很好坐，你不会很在意路的感觉。他在讲他小时候跟他妈妈出去玩的故事。哇，你这个翻译官，你不能给我乱翻啊！我跟你讲，这个还有这样子可以拉起来。旁边的人看不到你就不知道，对不对 ？A very important man inside， 但这不是 automatic。I'm sorry 啊 ，you are lady， you are not man。I'm not lady， I'm man。我有老公的。老公，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全世界都知道我有老公，你不知道？我们跟东等外带。Oh my god！ 我们才认识三十分钟呢，你有跟我说很多也没有效果。还记不记得我们香港坐那个车？记得 S550 吗？啊，对。你知道那个车卖多少钱吗？多少钱呢？我也不知道啊，下面的人帮我买的、啊。可是我跟你讲，那车一定比这个贵很多。没错啦。对啊，又低调。我觉得这个车坐的这么像 lunch， 应该可以放一些音乐吧？你想听什么样的音乐？哇！我从小听这个歌长大的。Oh my god！ 我爹哋班打工仔，哎，你帮我跟这位大哥说，我来台湾都是吃这个青州小菜。嗯哼，我想吃港式的。我来台湾，对啊，饮茶啦。司机是这样子的呀、啊，我老板说来台湾啊，还是很想吃自己的东西啊。我们可以带他去吃茶餐厅。哎、欸，龙大湾，我翻译很好了。好，好。他说茶餐厅还是早餐店啊？好。这行程怎么规划？我不是说我要去苏澳泡冷泉吗？对啊 ，OK。那我们那个老板说他想去台湾那个北投，北投哦，江河泡温泉、哎，对对对，泡温泉 ，hot spring hot spring， 没问题，我们现在立马出发。但是我老板要 comfortable 的那种。妈
妈常常跟我说吃饱饭不能下水，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先在车上做点运动了。做点运动了。哦，真的可以打 game 吗？你发球了？在哪里？你在离着马里奥啊？哇，在车上玩游戏啊！为什么凹？出界了，就是凹了。哇塞，我觉得我的手指已经开始流汗了。老板，你会不会玩？我教你。你怎么教我？我爬去后面跟你玩。哎呀！事故现场정리를했습니다。네。你 ，Carrie， 你还好吗？我觉得这个爱的迫降真的很感人。我被拦下，我伪证起来。我快坏掉了，这怎么变 Joker 了？ Why so serious？ 哎，老板，我们要到北投喽。北投，你记得嘞？你要跟我 battle 啊？你要 battle？ 不是，我们现在在北投啊。北投，你刚刚跟我嘉禾屋不是吗？然后就嘉禾屋了。我要去泡冷泉，我冷的。老板，请你这个人真的是……老板，你多放点冷水，就烫冰冰的吗？什么地方？你们骗我！嘉禾屋，嘉禾屋，你给我下车！我真的是受够你了，这个人每家给我办事情，对不起。我说我要去泡的是冷的泉，磊说带我到错的地方泡那个烫的水就算了。老板不要生气。磊还没带钱，我不抽烟了，我不抽烟了，抽什么烟了？我跟你讲了，我刚才在 Google Map 上面看到有个地方叫冷水坑，就在上面，这附近就有冷泉了。拜托你好不好，我时间很赶的，我这个还要回香港开会。他说什么？雷哥哥他说他现在很喜欢，想要开快一点，他想享受一下这种道路奔驰的感觉。哦、okay、这样就对了嘛，你赶快，我想去泡冷泉呢、啊。这种平顺 2.5 的 powertrain 啊，虽然没有办法给你多么激情的驾驭感受，但衔接性倒是蛮不错的。而老实说，我觉得虽然后座现在可能蛮惨的，可是我觉得前座其实不会很勉强。哎，就是你在转弯的时候，你在感觉它的车身的惯性其实都是被 control 在一个很好的水平之中啊。我们现在已经切到手动挡了，来感觉一下，在这个非常刁钻的羊头山路之中，到底啊 ，Carrie 还能不能够全身而退啊？在饭店14天的时候，我学了一个台语叫俩头啊，你给我来晒，我要被俩头啊，我跟你讲。其实车身的起伏，我觉得控制的算蛮好的。我觉得主要是后座的椅子没什么包覆性。嗯。如果后座是两个铜椅的话，其实坐起来是非常激情的，我觉得。Oh my god！ 而且因为后悬是双 A 背的设计啊，所以其实路感相当的细致。觉得转向的手感很好，虽然圈数很多，可是不会很虚，你还是可以感觉得出来你转了多少，然后路面大概的回馈是长什么样子。诚如你所见，这个上坡的表现并不会太差啊，虽然个人认为还是 3.5 的带劲一点，我觉得 还算舒适吗？我真的觉得还不错。真的算不错吗？真的你抓紧我的手，我会觉得更好。哇，我觉得现在感觉更好了，拳击亮了一下，但丝毫没有打滑的迹象啊。哎，其实我讲真的，你帮我跟他说，他那个隔屏升起来，我看不到前面状况，蛮可怕的。虽然啊，从北投这边上阳明山的路段真的是非常的狭小啊，可是这台车并不如想象中那么样子的笨重，好歹也是用上了这个 TNGA 的模组去开发的，所以基础来讲，它的重心其实不算太高。而且我蛮讶异的是，它后轴的这种上下的摆动，其实控制的至少在前座来讲，似乎是比我想象中的好一点。你们觉得后面会很弹吗？老妹，老公蹦蹦咩？我觉得还好，收收。我老板说 very good。当然，你可能没有办法用很快的节奏去攻克一些弯道，尤其这车本身的悬吊设计还是比较偏软一点。可是方向盘的感觉有狮城 TNGA 系列一贯的这种非常忠实的感受，所以真的是不如想象中那么样子的不堪。在驾驭感，至少就司机的角度而言，我认为是不会太差劲的。它的侧倾其实不会让人觉得那么样子的不舒服，基础的支撑力道非常好啊。哦，哇，
而且这个 E4 的四传最大的好处就是雨天它的循迹性真的比想象中好。真的想吐，真的很想吐吗？真的有点想吐。真的，你们都很想吐吗？我觉得我现在如果弯下腰来也是可以吐。别这样讲，他越开心。丢进弯里，哦！他关起来了，他要吐了，他要吐了。这让我想到那个时候在香港，那时候我喜欢的男生载着我开着 Panamera GTS 在山上的那个情景。哇塞，我跟你讲，我这个椅子这样撑起来，我脚碰不到地板，好像在坐云霄飞车。哇塞，这个哎呦，哇，哇，这是滑水道、啊，非常惊人，冲进这个法家湾，哇天哪、啊，简直是开着一台巴士在沙山路的感觉。哦，我们到了，我觉得被顶到飞了，哇，哇。老板，我跟你介绍一下，这个是台湾最容易翻水坑。你跟他说，每天我吃个饭，我就开开心心的回去，回香港，跟他们说台湾这个地方好棒。不是本来就很棒吗？这边够风光明媚了吧？宜人的风景，河岸。虽然我是背对着河岸的，但我觉得真的很棒，有一点这种繁星点点的路灯点缀。繁星点点吗？啊，看着快速道路的车子开过去，我觉得，很久没看到户外的景色了，真的很不错，很棒，很不错。而且我终于可以来感觉一下这个 relaxation 的功能了。Oh my god！ 哇，这个如果有头皮按摩就好了，真的。不是。你怎么会有头皮按摩呢？不是嘛？我说这个如果有头皮的按摩就好了。这什么动？啊、Yes, very good。我觉得他按的，他在按我的耳朵跟脖子，我觉得很痒。哇，这个，雷什么？对不起，你太假发。雷什么把我假发拿下来了？对不起，老板，你竟然来了！好了，话说回来，我觉得是时候要完成这个我来台湾的目的了。我们的 XX 特别派我来台湾送一个很重要的礼物给你。这个东西是我特地从深圳订的 A 货。没有了，这个是真的。这是塑胶的。没有，这个是真的。我们要恭喜你达到 YouTube。哦，你们台湾叫 YouTube， 十万粉丝订阅。虽然你现在已经十二万了，我们来迟了一步，但你要知道，你原谅我在这个被拘留了14天嘛。好了，这个可以在一个这么悠闲的车舱里面领奖，我觉得足以了，极致了。我要把套子拿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呢、啊。真的。至极致的一刻，十万订阅，谢谢大家。我真的，我祝你赶快拿到金色的，这样我就可以再来台湾玩一次。好了，不过言归正传啦。如果今天只有500万，你会买这台车吗？当然了。你说这台车它的竞争对手是宾士的 Maybach 跟 Bentley 的 Continental Flying Spur 吗？我本来觉得这个两个价格差这么多，差了一两倍的，怎么可能会是直接的竞争对手呢？那我今天这样坐了一整天之后，我发现这车真的很吸引人，觉得当今的这些德国的总裁型的车款其实都做的有点太多了，
有点像那种 motel 的那种灯光的氛围，比较艳，对，反而失去了他们原本那种高级 material 的感觉。但这台车在里面真的是让我想到那种日式酒店，然后很低调，就是在那种小巷子里面，你们推开，但是里面的东西都很高级那种感觉。真正的 executive lounge， 很精致。我不一定要很铺张炫富，外面的人知道我是有钱人，可是我进去之后，讲真的，我只想要安静的休息。但我说老实话，我500万我不会买，因为你知道我今天是跟你相反过来，你坐了一整天，我是开了一整天，对，我一直苦在那个位置。我承认这台车开起来很 refine， 哎，运转品质什么都很顺很舒服。可是就像你讲的，其实有些时候它毕竟是一台 minivan， 对，有路感，有些时候还是没有办法处理的那么的完美， yeah. 对，然后它。开起来讲实在，我一个人挤在那个空间，又有这个隔屏，我根本没有办法调到一个真的是放松的位置。我老实说，除了 enjoy 路人看到这台车的一些反应，我并不是那么的享受。简单来讲，500万的集聚，你有很多的选择，这些所谓的大型的主管房车，它都可以满足自驾的需求，可这台车是不能做这件事情的，所以它其实比很多500万的车都不切实际，而且不切实际很多。我觉得其实最好的选择应该是7人座的 LM， 不是吗？因为某种程度而言，我觉得 minivan 还是需要维持7个座位，才能够真的去发挥到这个空间原本使用上的意义。所以我也真心佩服买得起这些车的车主，因为我知道他们的预算绝对是远远超过500万，他们一开始就没有要锁定那些只会去考虑500万左右的大型主管房车的人，这真的是实力的象征，只可惜贫穷制限了我的想象力。虽然刚才你讲的话我听没有很懂，语言上的隔阂吗？但是语言上的隔阂，还是谢谢你今天陪了我一整天。是是，我的荣幸，我的荣幸。带着我到处 carry， 谢谢你。也记得带走你的东西。好，来，那这个包包是我的，这路易威登就很贵。什么？对，就是这不是没有包装这个东西了， What? 好不好？那我就先去搭飞机啦。你不用载我去机场，没关系。不是，我就先离开。就这样。对，就这样子。那我们的晚餐呢？你以为 YouTube 很大方吗？哇，真的是。多姐打开啊，多姐打开。今天非常开心，因为我们收到了一个很有意义的盒子。没错，我们的第一个。来自 YouTube 的奖牌，而且重点是我们是好几天之前就先收到，我们为了这一刻留到这里，为了这一刻，为了一台特别的车，这就像延后拆的圣诞礼物。好了，感受一下这一刻，真的，而且谢谢，因为前几天真的都好舍不得开啊。小心，我觉得很危险。哦，我觉得你会画到我手。还有一个封膜，气垫，我摸到了，真假的 ？I can feel it。干，原来这么大！哦，还有一个，还有一个。Presented to 狂人日子 Mad Ben's Diary。好险，名字当初没乱取。真的。哎、欸，上面如果写个 Big JJ 还是什么的，干你不要表人好吗？谢谢，谢谢大家的支持，真的很棒。好，我们先拍 ending。谢谢，谢谢 Dino。谢谢大家，辛苦了，谢谢。哎，应该的，我们在为台湾汽车产业。谢谢每一个支持我们的人，真的谢谢你们。